晚，刘璇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，官宣二胎喜讯，并配文：“亲爱的二宝，妈妈有些话想对你说。”刘璇发布视频后不久，其老公王涛也甜蜜转发并感谢，在这个特殊时期来到我们身边的小天使，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了更多的陪伴与爱，更是对儿子说：“你要好好爱妈妈，幸福的一家人，期待小宝宝的诞生。”你们在这个特殊的时刻降临，为这个世界带来了希望和勇敢。妈妈想给你，给爸爸和哥哥，还有全世界的所有人一个大大的拥抱。阿宝，我们期待你的到来，我和你的爸爸还有你的哥哥，我们都爱你。